来来来，看看新鲜鱼啊，新鲜鱼！来来来，看看新鲜鱼啊，新鲜鱼！鲍鱼了，鲍鱼了啊！8毛，8毛一斤了啊！哎，这位同志，新鲜的鲍鱼啊，看一看啊！鲍鱼了啊，来来条鲍鱼吧，新鲜的。就是了，好嘞，来来，看看新鲜鱼啊，新鲜鱼，好鲜，哎呦，大哥，哎哎，卖出去多少？哎呦，不行啊，还剩了不老少。我们也没卖，咱卖出几条？没人要。你就这大夏天的，留这玩意儿，这不招苍蝇吗？哎哎，我倒有个主意啊，咱们拿回去啊，把它晾一晾，然后再腌一下，冬天啊。 炖萝卜吃挺好吃的，炖多少萝卜呢？得，对呀。哎呀，那再想法拿去卖吧，那有什么办呢？你们说？哎呀，给东西太糟糕了，就是啊，糟糕呀，怎么办？弄点纪念品。那不行，那就鱼是没法吃了。对呀。啊，哎，郝奶奶，这鱼头没人要了吧？你别吃那个破鱼头了，老罗家的。 给他拿2条吧，哎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一个人有鱼头够吃2天的。去，给拿2条。姐姐，有大院这么多人，还能让你受委屈呀？拿着吧，快，就是拿着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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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说了，奶奶也说了啊，拿着吧。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甭客气甭客气啊，甭客气。雨焕，哎，没事。 哎呀，你看看，不用发愁啊！你看大家都在给你甩鱼竿啊，甩完了都给你卖出去啊，钱不就回来了啊？我发愁。别担心了啊，咱们这个大院啊，也真是的，平常啊鸡争鹅斗的，可到了关键时刻，人的心还真够齐的，个个都是热情。这就是咱大院的好风气。是是是是是，都谢谢大伙了啊，都一家人，一家人。对对对。 妈，哎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小姐。今儿吃饺子呀？是啊，你不最爱吃饺子吗？怎么又是鲅鱼馅儿的呀？哎，你看你这孩子，这么多鲅鱼不吃，浪费了多可惜啊！你看人大院里都在帮助咱们，咱们就多吃一点啊。我闻这味儿都想吐了。再坚持坚持啊，听话。妈，你说你这次。 把大院霍霍的鸡飞狗跳的，以后可别这样了。哎呀，是啊，说这个事儿吧，你妈妈可真是丢人丢大发了。不过呢，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隔壁那个人吧，还算是个好人。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隔壁，我告诉你啊。 你爸爸那个人，他就是一个好人。妈，那你跟我说个实话，你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再在一块儿？我跟你爸爸这心里的疙瘩呀，这辈子都是解不开了。行了，赶紧写作业去吧啊！别站着站着，啊。好。 Thank you.
哦，这么说呀，正好和玉环真有复婚的这个打算了。他们两个要是走在一起了，你看看咱们大院也没有单身户了。哎，那不是还单着一个呢吗？ 你孩子考过大学没有啊？也考过，哪所大学啊？不提了，现在都在家里呢。哎，家里蹲大学。哎，小雨，怎么着走啊？上学去。哎，好好学啊，一定给你爸妈争口气啊。我就说咱院风水好，你看小海考上清华，小雨这考上师范。这，我来讲。我早就说过。 小雨呀，是中举的命，这在过去啊，就是举人，可不得了啊，都是天上的文曲星，听见没？得努力学习啊。师母，快算命了，您给我算算。哎呦，你不用算，一看就是个妻管严。走吧，要不来不及，这个爸爸，快点吧，小雨，给大家告个别啊，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。 再见，好好学啊！好好学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知道了。哎，好好学，好好学，再见了。关于汽轮机的热改方案呢，现在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啊，一方面是陆总提出来的除垢维修的方案。 主张呢，通过各种除垢维修的手段来提高汽轮机的热效率。另外一种方案呢，是乔小海同志提出来的，啊，更新换代的方案。这样，小海的这个方案我确实也看过了，很有想法。但是我在想，他这个成本太高，风险太大，如果这么盲目的投入下去，会不会浪费太多的人力物力，然后得不偿失？ 陆总，我觉得您并没理解我的方案。咱们厂的这些机组啊，大多都是苏联的常规机型，全国有大量的厂子都在用这样的机型。如果我的设计一旦成功了，都会跟着受益。小海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这个设计肯定能成功？那您凭什么觉得我就不会成功呢？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，陆总。 我认为您已经过时了，以您现在的理解方法，您根本就理解不了我的方案。小海，注意说话的方式。厂长，您觉得我哪儿说错了吗？哎，这样，来，大伙儿一起来看看。啊，来，一起来参个意见，集思广益。小海，我觉得你这三个房门确实有点太少。 我就是看不惯他倚老卖老那样子。人家本来就比你有经验，你不能这么说啊。有什么呀？他陆振海本来就是一个维修工匠，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咱们厂怎么能让他来当总工？太不可思议了。他是你长辈，你要尊重他。没本事，您让我怎么尊重他？我要是他呀，我就赶紧退休，别占着毛坑不拉屎，完全就是一自不量力的老家伙。乔小海，我告诉你啊。 你再敢这么说他，小心我揍你！哎，妈，我是你儿子，你干嘛胳膊肘总是往外拐啊？他陆振海是你什么人啊？他是一个值得你尊重的人。陆振海，今天晚上上我们家吃饭去啊。怎么了？什么事都摆在桌面上说。 我做的局，来不来随你啊。妈，回来了。做饭了。嗯。哎，你放那，你不做了，不做了。来，你看，我今天弄了两个菜，咱今儿啊吃这个。什么意思？我今儿态度不太好。 给你赔个不是，你别生气了。你真想赔不是？啊，当然啊。行，把楼上陆大大叫下来。叫他干嘛呀？咱们是一个院住的。
人家是你长辈，你不能一天到晚针尖对麦芒的，有事好好说不行吗？在桌面上说说，行不行？我都请他了。啥？去。哎，妈，我那个厂里的资料室还没关呢。你这样，您先吃，然后我就很晚回来啊，您就不用等我了啊，我先走了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你？那个很晚。请进。哟，小海啊，有事儿啊？是啊，厂长。虽然说我的设计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我恳请您，我以后再也不想听陆振海的指挥了，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我们技改组。小海同志。关于技改方案呢，我知道你跟陆师傅呢是有点争执，有矛盾没关系，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嘛。不是，厂长，您误会了，我跟陆师傅之间没有任何恩怨，我只是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。这样吧，小海，你的问题呢，我会考虑的，你先回去。行。那我先回去。好。啊，人都到齐了，我宣布一件事情啊。由这个厂党委开会决定，鉴于这个资金比较紧张匮乏，所以由乔小海同志提出的这个改革方案就暂时不执行了。啊，同时还提出来，然后就。同时撤销乔家海同志的这个副组长的职务啊！你看老李，乔家海的事情呢，就由你来接手，啊，这是第一件事儿。来，第二件事儿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就把他给开了。他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单位可以挑，他之所以回来，就是为了这个项目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决定对他有多大打击吗？首先，这不是我把他给开了，这是厂党委开会决定的。其次，这算什么打击啊？什么样的打击才算打击啊？方草，你也别太激动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但小海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也希望他能够有出息啊。这如果连这类打击都经受不住的话，那还叫什么男子汉？任何一个有作为的人都要经过各种磨练。那你也不用把他开了呀。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从来没有把小海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怀疑我对小海的感情是吗？是的。你心里面只有自己的女儿和杨玉环。陆振海，你今天给句痛快话，能不能把他调回来？那我也撤。这回你满意了？知道这个事儿，你少玩那一套！你不让我这样，你不让我那样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小海，如果连这台打击都承受不住的话，怎么可能能够成功？怎么可能能够做大事情？所以说，你就给我制造点打击，是不是？你先把我摁倒在地上，然后再踹上几脚，然后把我扶起来。
你跟我说，孩子，赶紧的，洗洗脸去。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该干嘛去干嘛去，是不是？你不用跟我说原因，我知道。你因为我比你强。小怀，我希望你比我强，这是我巴不得的事情。我希望你比我强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，但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。我怎么没踏实？陆振汉，我告诉你，我上大学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想为咱们联合厂做点事儿。我跟我的导师用了5年的时间设计出来的设计方案，我摆在你面前，你巴掌就把我拍死了。陆振汉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现在你坐在你的位置上，有本事你下来，你给我5年时间，我保证把联合厂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联合厂，你信不信？你给闭嘴！我给你5年时间，用不了5年，这个电厂肯定完蛋。你怎么就不懂我的苦衷啊你？我懂你，我太懂你了。你根本就不是因为咱们厂，你是想保住你的乌纱帽。我告诉你，陆振海，我瞧不起你，你就是一个卑鄙狭隘的小人。怎么了？他被车撞了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你为什么说你不好？我们俩刚才在饭馆碰上了，就因为那个设计方案的事，我们俩就争执了半天。大夫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患者头部受到重创，颅内出血，正在抢救。哎，让我看看行不行？我们抢救期间不让外人进入。平时正在抢救你，放心吧。陆振海，我发现我这辈子做的最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上了你。如果乔小海出了事儿，你就是杀人犯！你离我儿子远点！你们放心吧，手术很成功，病人需要多休息，你们陪他一会儿，也回去休息吧。那谢谢你，大夫啊。不客气。哎，这辈子做的最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上你。如果乔小海出了事儿，你就是杀人犯。
回来了。哎，秋姐。哎，他小姨回来了。哎，姐。孟总，小海怎么样啊？医生说是手术成功的，现在就看他造化了。这不，你姐给他熬的鸡汤，我还以为你在屋睡觉呢，回头给他烧过去。哎，到底怎么弄的呀？他小姨啊，有什么事跟我们说，别闷着。哎，姐，我现在有点累了，先去回睡一觉啊。你醒了，你把妈给吓死了，知道吗？没事儿，我还没给您娶媳妇儿生孙子呢，死不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徐生，小屁小，你们大夫说了，你不能动脑袋，别动啊，不能晃，听到没有？妈，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争气？没有。我都被技改组给开了，给您丢脸了。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不犯错。那您觉得是我的错吗？儿子，哎，这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要不那么嘚瑟，人家不会那么对你。妈，哎，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问你，说，您为什么那么护着陆振海？从今天开始，咱俩谁也不提他，啊？行，不提他。干什么？我给儿子买点吃的。那行，那我就不进去了，把东西放这儿。我儿子不需要。什么时候回来？快。那您去香港吧。哎，您是不是舍不得咱们大院的人？妈妈以前是个乡下妹子，后来呢，投奔了你大姨，再后来就当了工人，转了正。这大半辈子都是在这儿开始的，你说我舍得走吗？那咱就不走了。来，拿住！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换了个煤气罐啊！我说，你叫液化气。哎哎，还把你臭尾的往这行啊你啊！用上液化气了。哎，这玩意儿好整吗？给我们家也整一个。说什么呢？哎呦，现在能弄到这玩意儿，看来你没少挣啊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吧。这么说吧，我现在外边捞的外快比我退休金多。
哎呀，你快点，先别弄那玩意儿吧。想支付吗？我听着，帮着我们怎么支付？坐不住了，坐不住了，也想发财，都想。我还真有一个带领大家致富的这么一个机会。哎呀，那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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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事快说说。都愿意啊。这么着，一会儿咱们开个会，商量商量啊。好，谁帮我谈谈？哎，我来。行了，大家都静一静。人到了，来了。那个什么，哈哈，啊，你别在这儿焊着了，就把人给你召集差不多，你有什么指示，你赶快说。不是，人都齐了吗？你说差不多到了，都到了。代表都是代表啊，代表。那咱们就说事儿啊。为什么北方人没钱呢？就因为北方人不会做生意。我到南方啊，一看呐，各家各户啊，小门脸、小作坊、小厂房，哎呦喂，你想想，他能没钱吗？所以我决定，在咱们大院开一个服装加工厂。专门生产西服，现在满大街都是西服大和帽，各个工厂都在做厂服，各个单位都在做工服，那是大趋势啊！怎么样？我还行，是吧？大伙儿对这个办服装厂都没意见吧？同意，我同意。那就试试吧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两件最关键的事儿，头一个事儿是场地，第二个是资金。我想场地，咱们院里食堂闲置这么多年，正好吗？咱们作为工厂，对吧？资金的问题呢，我是这么琢磨的：首先把各家各户的缝纫机啊先贡献出来，然后咱们随份子，一个份子1000块钱，反正啊谁出多少，明天跟刘婶这儿咱们登个记，啊，那好吧，那这事咱就这么定了，大伙儿呱唧呱唧，好吧？来，在广东那边，鼓掌是这样的。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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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是有节奏的。来，预备起。来了，安叔，在这儿呢，安叔，在这儿呢。叔叔，对，这是芳草，小海。哎，叔叔好。你好，芳草。叔爷吧？哎，叔爷你好，你好。小海是吧？哎呀，这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！啊，对了，前段时间听说你出了车祸，还住进了医院，现在恢复的怎么样？啊，早就好了，谢谢叔爷啊。好了就好。叔叔，咱们别说在这儿了，走吧，走。咱们有车。对，这边安排，这边吧，叔爷，来这边。来，叔叔在这儿，开门开门。来，在哪儿呢？叔爷上车吧，上车吧，上车吧。嗯，看看，怎么就……那就……芳草啊，那就不麻烦了，我们打车走吧。啊，哎，叔爷，这有车，你不用打车。芳草，叔叔这么重的客人，你怎么安排这样的车？你，叔叔，打的干嘛呀？齁贵的。咱们看看去，行，赶紧去。大伯，你在这等着啊，哪接的伞呢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妈，你别动手！哎呦，妈，你别紧张了，别动手了。不是，你们少点声，少点声。不是，太忙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过了吗？怎么又出国了？罗婶，我这是放的录像。这个录像也能看电视？这个玩意儿叫录像机，所有的电视剧啊都是通过它放出来的。咱们想看哪段就看哪段。哦，这玩意儿挺新鲜的。有什么新鲜的？人家香港早几年就有了。哎，我在广东那时候啊，也经常看录像。对了，给你们看看我在香港拍的照片。哎呀，香港那是繁华呀，高楼大厦，漂亮极了。这不是周润发吗？哎，你还有周润发合影呢。哎呀，这样，那天发仔到我们公司拍戏。我就跟他合了个影，吃了个饭。他是不是跟电视上一样一样？哎呦，比电视还好看呢！安哥，你这还跟大明星合过影？你这真是鸟枪换炮了啊！大康，那个他又有老婆结婚了没有？哎呀，你咋又上了？人家八仔说了，个人隐私不能随便讲的。没事，小孩。不是，那件事情，你跟太太和志存说了没有？啊。之前跟他们提过一嘴，
还没有正式的说呢。哦，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。侄媳妇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您说的是去香港的事儿吧？嗯，叔叔，这事儿我得再想想。哦，是这样。小海，你呢？叔爷，你说咱们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，国家需要我们，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施展才华的一个舞台。嗯，我觉得现阶段我是时候应该把国家培养我的这些技能回馈给国家，回馈给社会，所以说，一句香港的事情，我没考虑过。我看出来了，你们母子俩对一句香港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韩康，嗯，只是这段时间只好辛苦你了，两地飞吧。嗯，没事的，叔叔，我听您的安排。你叔叔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。叔叔啊，是口无遮拦，但他没有恶意。我觉得他有点瞧不起人。怎么又瞧不起人了？人家几千万身家的大亨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说你啊，那是没把你当外人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再说了，过些日子咱们还去香港投奔叔叔呢。我不去香港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这个香港我不去。乔芳草，你是认真的？认真的怎么了？我就不明白了啊，你为什么就不想去香港呢？香港多好啊，啊，车水马龙，高楼大厦的，连沟沟路口都得看红绿灯，那才是文明的社会，你知道吗？别人家里边那都是厕所，而且是抽水马桶，哪像这儿啊，上个厕所还得走上半里路呢。你不要跟我提什么抽水马桶，我最讨厌的就是抽水马桶。我告诉你，作为一个工人，我做了我所有的一切，我该做的一切我都做了。我觉得当工人没有什么丢人的。这哪儿跟哪儿啊你？现在发现你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，没法跟你交流。你怎么不可理喻了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听，怎么就不可理喻了？你要怎么交流啊？你不交流的挺好的吗？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乔芳草。气死呀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你也懂不了。切！大哥，我这次来给芳草他们忙的录像。没有没有。大哥，这次芳草和小海要是不去的话，那就辛苦你了，来回飞吧。啊，没事的，叔叔。叔爷，哎，您多保重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平安啊。哎，您也好好保重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要不我先把行李托运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帮你们，咱们走这边。来，好，来，你来一下。有个事儿我跟你交代一下。嗯，就这样。内地开发电力投资市场是早晚的事，你呢，要经常的跟我反映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信息。咱们尊龙集团呢，一定要抢到钱。叔叔有我在呢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我放心。海康，我有个打算，你将来一定要到香港那边跟我干。啊，我巴不得呢。你放心，回去我就给你办。嗯，谢谢叔叔。走吧，叔叔。哎，好好好。有你啊，提前退了啊，提前了，真不容易啊。哎，妈，去干嘛呢？这是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祝贺你，祝贺你。哎，谢谢啊，乔总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。批下来了啊？批下来了，我们搞的贯通流部分项目成功了，我们那几个人啊都破格了。咱今天回家包饺子啊。哎，行。哎，妈。啊。您看，您现在都退休了。
要不您去香港找安叔叔去，我看你们两地分隔也不是事儿啊。这飞来飞去的，我在他边上多没意思。哎，您呀，我觉得，look， 林德，这就是我当年工作的地方。Oh my god！ 这些房子简直是太破了。好，我们的出价会不会太高了？出价不是重点。So， 什么才是重点呢？裁员，才是这次并购最重要。You know, Miss Lin？ 嗯。走，看看。安先生一路辛苦了。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林子小姐辛苦了啊！来，大家坐坐。万康，嗯，现在越来越像杨老板了啊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嘛，都是老同事、老熟人了。咱们别客气了，直接进入正题吧。我喜欢开门见山，那咱就直接进入正题。想和我们凌河电厂合资的公司呢，有好几家。公平的讲，安康的报价还是比较高的。这就为我们合作呢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。安康在这当中做了不少努力啊。那是自然了，我是林河厂出去的人嘛，自然希望咱们能够合作成功了。安康呢是我们厂走出去的老职工了，对我们厂的情况呢你还是比较了解的。咱这个厂啊是个国企，职工比较多，包袱比较沉重啊。根据你们那个合资方案呢，如果合资成功了，我们只有30%的人上岗，这难度太大，剩下的人你让我怎么安置了？困难是大了点儿，但是裁员毕竟是大势所趋嘛，而且剩下的员工的安置恐怕也要交给你们来做了。我知道白厂长你们有你们的苦衷，但是不能有难度你们就拒绝进步吧。你们也是知道我们尊龙集团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，如果这次能够合作成功，我相信对咱们凌河电厂也是大有益处的嘛。那以后分厂的事儿就得你负责管了啊。嗯，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。哎，那不是你们家安康吗？都认不出来了。这次合作还要你多帮忙啊！啊，对了，卢总，咱们好久没喝酒了，过两天我担接你。安康，搞企业不能只考虑赚钱。来，请。好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安康，芳草，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你回来了，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？哎，我这来工作忙，就没来得及。你们先上去等我啊。我给叔叔打电话了，他说你不在。哎，我整天出差，你当然找不着我了吗？那你今天晚上回家吗？待会儿我还要开个会，今天我就不回去了。我跟你说一声啊，小海升高工了。哟，这孩子有出息。这样，等我这两天工作忙完了，我就回去给他庆贺庆贺。这两天事儿实在是……妈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找着安叔没？找着了。哎，这人呢？他说过两天回来。哎，安叔也真是的，回来了也不给家里打个招呼。来，喝水。你说他是不是不想跟咱们一块儿过？哎，不能。安叔最近挺忙的，一直跟厂里啊谈合资的事儿呢。那么大的事儿，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哎，妈，要不您找一时间跟安叔聊聊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俩分开时间太长了，感情有点生疏了。反正啊，
您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包饺子。哎，行。咱把这份合同稍微改一改，象征性的增加点用人数量。你们知道，跟大陆人合作不能全讲真话，要哄他们。只要把合同一签，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。可是合同可以改吗？他们在这方面没有经验，咱们做点文字游戏，他们肯定会上当的。改了合同，将来不兑现承诺，岂不是违约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后边的问题我来想办法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嗯，好，安总，你也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啊。啊。相守不忘，我们是同一家人。